Hello，我是 John。这一集呢，Glenn 跟 Maggie 他们两个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呢，在军中认识。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军事基地的样子好了。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很多那个壮硕的那个士兵在那个锻炼他的身体啊。看一下，那是刺青吗？身上的刺青，他怎么看起来有点像那个什么？奥巴马还是什么？好，OK。哎，是什么？是什么声音？我刚刚有人在广播哦。嗨，哇，你还戴太阳眼镜哎，我太帅。哇，六块腹肌哦。哎，坦克车开过去了。哇，这里非常完善啊，什么都有啊。我需要来跳一下这个。喂，哦。喂，Maggie，为什么就直接跑过来？你这赖皮鬼！来看一下这个将军跟那个是什么审查官吗？不要那边偷闲喝咖啡。等下，前面那台车怎样？要走不走是怎样？我们等下来坐一台好了。哇，这个人在干嘛？拉单杠哎，哦，看一下前面还有什么，哦，上面还有个人在把守，哇，这里真不错哦，未来很适合当那个军事基地啊，如果有，看一下这个人在干嘛，哇，他望远镜哎，在看哪边啊？前面又没有正面可以看。我挡住他的视线，他居然不会动。好，没关系。走，Maggie，走。我带 Maggie 去这个附近晃晃，看一下有多什么样的新东西出来。你看前面有靶场，哎，哇，这个靶场可以射击，可是为什么要挡住这个沙包啊？这样怎么射击啊？你看。要怎么射击？完全挡住啊！这个沙包射击在这边怪怪的，说还是要我站这里啊？这样射击也太近了吧！哇，这边好多枪哦！啊，不能拿啦！你看，你看，他蹲在那边，这个射击怪怪的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哦，撞到你了。哇，好多人在这边那个锻炼啊，push up，浮力挺身，然后这个人居然在自拍看一下他，在自拍吗？干嘛啊？这个人怪怪的，哇，好多星星啊，这个才是将军吧？手上拿什么？ACC 的东西要看什么啦？他们好卖力哦！好啦，Maggie 走，你去前面走走。你这边有台车啊，然后后面有石头掉出来了，这怎样？可是我远看以为它是一坨屎，哈哈。不管了，我上车了，Maggie 走。哦，这边应该是那个净化池还是什么？这边居然有消防车哎，而且是黑色的，然后旁边还有直升机耶！哇，这个设施是做什么用的啊？我们下次看一下哦。哇，这黑色的耶，这台黑色的，哇，涂装也不错哦。这台车是干嘛的啊？箱型车有。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啊，你看，哎，这是那个吗？EMP 装置吗？哇，这边有这个东西哎，这太屌，这干嘛的啊？为什么这么亮还拿手电筒？你有事吗？好，我们等下再开这台直升机出去好了，我们继续看一下有什么其他的东西。我们开这台箱型车。
哎、欸、，Maggie，坐前面啊，干嘛坐后面？有事哦，哎、欸，撞到了。这里没有路啊，这到底什么地方啊？我们看一下，再看一下这附近好了，还没有来过哎、欸。不好意思，哎呀，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怎样，出来了吗？哇，你还活着啊，太好了，我差一点就掉下去了。我怎么中间有烤肉的感觉啊？你看，那到底是什么啊？冒烟的东西，我这里过不去啊，不然另外一边看看好了，这里应该也有。哇，还有蝴蝶耶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我这要绕过去啊，而且还要走水路啊。那到底是什么啊？还在自拍哎，不理你，我走了。啊，Maggie，走，我们去参观另外一个地方。哦，上面还有直升机哦。哎，它竟然修复嘞！我再撞断一次。哇，美国国旗。嗯，这边是哪里啊？哇，这是哪里？叛乱分子。哎，这个人为什么戴面具啊？要检测东西吗？为什么检测人是他？这两个人在干嘛啊？摸鱼打混，抽烟哦。OK，所以他是那个叛乱分子从这边开下来的。OK，这样子应该可以算是合理啊。好，上来，我们去另外一边参观一下。诶，前面有坦克车诶，要把它停在那个停车格里面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哦，好多台啊！这边有四，诶，1、2、3、4、5，有5台坦克车诶，那格子好大啊。好，我们去看另外一边的。哇，这个基地好大，一天逛不完啊，都快天黑了。你看 Maggie 多专业，直接在后座拿机枪啊！我们看一下这边，哇、哦，这边是停机坪啊，F-16战斗机，还有涂装版的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嗨，老兄，来参观一下这个停机坪。哇，F-16战斗机耶，之前在我的那个航空母舰有出现过一次。哇，这台是什么？喂，爬上去看一下。旁边还有加油站的，那个算是加油站吧？为什么加油站在这边啊？而且还有，诶，那什么啊？飞弹，这是飞弹。哦，嘿，老兄，嘿，尼哥。OK，然后这边还有门，车子的配件，这我就不知道是干嘛用的。哇，这个人在修车哦，为什么这个车这么烂还要修啊？这不用修啦，应该报废了吧？你看这边还有这台飞机，到时候可以逃跑用的。虽然说它已经摔坏了啦，哇，这飞机这么烂还可以修，
那上去吗？上不去哎、欸。好 ，Maggie 走，看一下楼上有什么啊？楼上哦，有直升机掉在上面哎，可是没有破洞啊，怎么摔下来的、啊？这好怪哦、喔，模组怪怪的。从这里可以上去吗？看看，旁边有楼梯哦 ，OK， 我们上去看一下楼上有什么东西好了。哦，嘿 ，OK， 楼上的这个直升机真的不太合理啊，掉在这个地方。还行啊，它其实是掉在这个天花板上面的，我以为它是坠毁在这边的。总觉得还是那里怪怪的。哇，这地板好亮啊 ！OK， 这附近应该是没什么特别的啦。我记得他还有一个作战实验室啊，看一下，这可以下去吗？这跳下去应该会摔死啊！算了，我们走回去。OK， 米奇走，跑跑跑，跟着我走。Maggie， 你在哪边啊 ？Maggie，Hello， 哈，他还在努力的跑啊，你把箱子都撞倒了，快点快点，喂，你卡住了。你不要卡在那边好不好？这很丢脸哎！我来接你啊！哦，你，嘿嘿，别闹了好不好？上来上来，快点快点！你可以坐在前座，坐我旁边啊，对不对？又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，哇，雀鹰哎，睡哦。看一下这大型的，哎，大型的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哎，那这里就，这边就不用看了。看一下这边，这里有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准备要起飞的意思吗？看一下，OK， 将军在跟大家报告，就是有奇怪的僵尸入侵，所以我们准备要起飞，然后前去支援呢。可是为什么你们都没有穿衣服啊？你好歹要全副武装一下啊！OK， 这个将军讲了很久啊。呀，这个人在干嘛 ？OK， 他在说要像他一样全身武装才可以出发。OK， 看一下前面的刺青的部分。哇塞，这个骷髅头很屌哦。这个哇，真的每个都长不一样哎。啊，将军，我逛完了，等下就跟着你们一起出动喽。由于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，这个僵尸啊，蔓延的太快了，整个军营全部都是僵尸。我跟 Maggie 打算离开这个军事基地，看看可不可以找到其他的生还者。哎呀，有个僵尸走过来了，我没中，糟糕。这个枪声太大声了，引来其他僵尸都朝我走过来了。哇 ，Maggie， 你后面有人啊 ！Maggie， 为什么声音像男的？快，我们快先离开这边。我已经杀了一条路过来了，那我过去啊？你怎样？我过不去了，我过不去啊！
卡住我的路啊！哦，这样用这招就对了啊！这样子，哎、欸，他居然卡在天上是怎样？哎、欸，真假的？他是因为死掉的关系，他掉不下去的、啊。这样活着有没有？就直接这样咻啪，但是他还可以动，可以吗？不行，他挂了。我觉得这个比射击还好玩呢、啊。咻啪，哇，好痛哦！咻啪，哇，哎呀，好，继续 ，Maggie 走，我们快走啊！这个僵尸怎么颜色不一样啊？哦，哇，还这个太可怕了！诶、欸，哦，原本是我的兄弟，全部都被我干掉，这也太多了吧？这我们过不去吗？可以。啊，好血腥啊！我捡一下东西，下去都有困难了。快 ，Maggie， 快点！看一下这个僵尸，刚好他卡在中间。哇，这僵尸也太可怕了！哇，我来解脱你！直接这样掉下去，是怎样？要抽蓄哦？哎、欸，哦，又来只！快 ，Maggie 走！哎、欸，这个人还要开这边，是怎样？你还可以继续的锻炼身体吗？该逃了，兄弟，该逃了！行啊，赶快醒醒啊！不要做俯卧撑了，快走啊！僵尸来了！哎、欸，这个魔术怎样？哇，你还可以讲话！已经尸变了，还可以讲话，死吧你！这个僵尸也是，怪怪的，死吧你！呵呵，这个魔族好怪哦。哎，这也太有喜感了吧你们！好吧，没有，其实是这个魔族的关系，好吧。这个会浮力挺身的僵尸也不错哦。中间那个被感染了，然后旁边那几个都还没有被感染，然后我现在被围殴了。这个僵尸他很卖力的工作，我就不打扰他了。哇塞，你看这个贴图，僵尸挂了，他眼睛居然还可以关起来。好啦 ，Maggie， 我受不了这里了，快走吧。哎、欸，有子弹，我捡一下子弹。No way 什么？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好 ，Maggie 走，快，我们需要一台车啊。这里面有车子吗？左边看看有没有车子啊？啊，这里没有车子啊？诶，为什么没有车子？刚才不是有一台？我们去前面看一下哦。哎，僵尸死掉，他直接飘在上面啊，是怎样啊？这个太好笑了，你看他，还可以捡呢。啊这个太好笑了，僵尸啊，打他就下来了。哦，这怎样 ？bug， 下来吧。啊噗！啊！呵呵，啊，不帮他配音了，这太白痴了。Maggie， 走，快点，我们需要找一台车，赶快来逃离这里啊！Maggie， 跟上啊！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
地上还有斧头，哦，捡到一把武器哎！你这里有直升机哎，可以直接跑走。等一下，为什么这个僵尸在把守啊？不合理啊！你走开！看什么看啊？快 ，Miki 上车，上直升机了。我们就不用坐车子了，就直接坐直升机开走。哇，那个人在求饶 ，Miki 走了，快点！哇，这个军事基地已经受到感染了，我们得逃离这个地方啊！